我想要跟你做一笔交易，我会当摕到我想要爱，嘛会当让你完成你的心愿。有什么计划？今麦我欠偌久，都欠这五条呢。我是感觉今麦不是提今麦出来的时阵。我有了无唔掉，这两个老的真正有创世卡。我杜成恩未做爸爸的代志，我乌杰看我查理条。恁翁就当趁这个机会，做一个挽救公司的大英雄。恁若是连这一点的风险拢无愿意挂，那恁恁阿婆一世人，敢那会当和查理阿个柯小萱打一头卡？这两天公司的状况安怎？迄个杜承恩跟我继续破坏公司的生意啊！我想要跟你做一笔交易，我会当摕到我想要爱，嘛会当让你完成你的心愿。有什么计划？现在外面已经开始有风声了，告诉说天成的股价一直落价，要你爸爸家的股份卖掉，那我看这个总裁位都要外人做。我刚才去检查，医生说我凝血功能异常。凝血功能异常？那你就没好心啊？不可能啊。柯小萱，我跟查理都很喜欢这个孩子，我不可能就这样放弃。不但不记得你照顾我，不然凝血有邓秀英了呢。安尼惊不这个代志，我做老母的，但会使无替伊收买吗？因为这金仔我欠偌久，都欠这五条呢。我是感觉今仔不是提金仔出来的时阵。我有了无唔对，这两个老的真正有创世卡。我杜承恩未做爸爸的代志，我乌杰看我查理条，恁翁就当趁这个机会，做一个挽救公司的大英雄。恁若是连这一点的风险拢无愿意挂。那恁恁阿婆一世人，敢那会当和查理阿个柯小萱打一头卡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